请咱起立，三个来感谢。这是阮教你圣殿，减糖白白是稳定。虽然报答一浮浅，愿你降临愿所现。坐落，咱要来进行圣礼殿吼。伫我代表教会来大家呼吁，为着咱要让这个圣礼殿，咱会当进行的是会当顺序吼，会当这个庄严。请咱伊拜堂已经委派两位吼，来伫头前来做念影吼，甲龙影啊，龙影有家己的工作吼。啊，伫这个礼殿刷了后，后礼拜咱会将一张相片甲这个光碟片来送给这个领水的咱的兄弟吼。所以请咱亲友，咱莫伫即阵吼，莫伫即阵啊来念影。若要念影，请你伫原位就好吼，莫来头前。若要送花，嘛请你伫礼咱的所有礼拜刷了后再来送花，莫伫即个圣礼殿中间来送花。好，来多谢各位，咱即时要来进行咱的圣礼殿。即道久，咱要来举行即个圣礼殿。这个圣礼殿不是跟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无关系，是因为咱的关心、咱的祈祷，才有这些人欢喜站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领洗礼。咱就亲自来为着因做见证，也常常为着这些要洗礼的人来祈祷，让因在一生的日子会当得到上帝疼痛跟祝福。所以这条句，咱要奉耶稣基督名来进行这个圣礼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您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、设立洗礼的教示。伊对四个月以后要未上天以前，捌讲天顶地位所有的官兵已经赏赐予我，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，奉父子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既然我所教示恁的，就教示因遵守，我就要常常甲恁三脚之地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第五旬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众人讲：恁达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。这个洗礼要让恁的罪得到赦免，也要让领受所享受的圣神，因为这个应允是要让恁的儿子甲一切远远的人，就是主咱的上帝所调的。当时彼得叫众人悔改，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今日也同款，对这十几位的兄弟讲，恁的确都深信，也真实来悔改，告别恁的信仰，奉耶稣基督名来受洗礼，或这个圣礼就要成做恁的罪的赦免，搁表明恁对圣神得到顶头先。当你们领受这个洗礼，你们站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回答我所问的，来告别你们的信仰。你们确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，圣神是你们的保惠师母。你们就诚心悔改认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。你们这样确信吗？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伫主的教会内底，也着尽力做信徒的本分，到底一世人，你愿意安尼行吗？愿意。这是咱的奉三位一体上帝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名来为恁行洗礼。但美国这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是让你归就在父子圣神的名。阿们。但所怜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就在父子圣神的名。阿们。
赦免费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、嗯王秀玲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黄惠美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朱培英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古依云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罗子林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邱小倩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退后向前。来，张牛客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占用你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但好着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蔡空灵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王占德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林建勇，我用水给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在父子圣神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